好，第十五题啊。This figure shows a closed Gaussian surface in the shape of a cube of edge length 2 meter, with one corner at x1, y1. The cube lies in a region where the electric field vector is given by this, with y in meters. What is the net charge contained by the cube? 啊，好。在这个图里面呢，是一个高斯面，这个高斯面是一个立方体，边长是两公尺啊，每一边都是两公尺啊，并且呢，这个立方体其中有一个角就在 xy 平面上，而且它的坐标呢就是 x1 跟 y1 这两个坐标。好，所以前半段的叙述呢，在叙述这个高斯面的特性，它是一个立方体的六个面，并且它的相关位置由这个顶角的位置坐标来描述了，还有它的边长。好，现在来描述这个电场的性质啊。这个立方体呢是放在一个电场当中，这个电场向量是由这个函数来描述。I、J、K 三个分量啊，所以这个代表 EX， 代表 EY， 这代表 EZ 啊。好，其中当然 Y 呢，它的单位是用公尺来表示。所以题目要我们算说，假如根据盒子的叙述以及电场的叙述，要我们计算这个cube 当中啊，在这个立方体当中到底包含的多少电荷，在这个立方体当中要我们算这个电荷量啊。好，我们知道，假如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在前面也考虑过一个立方体了。那立方体如果放在一个均匀电场当中，只要是任何的封闭的曲面放在均匀电场当中，它的电通量一定是零。OK， 那对于现在这个问题而言呢，它并不是一个均匀电场，它有一些变化，比如说这个随着 y 的位置在变化，所以电场不是一个均匀的电场。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电场呢，分到不同的这个分量上面来考虑。我们发现呢，在 i 方向的这个分量是一个常数电场，在 k 方向也是一个常数电场，所以这两个部分都是常数电场，对于电通量，对一个封闭曲面的电通量的贡献一定是零，所以在我们考虑电通量的时候，电场的这两个分量都可以不用考虑了，只需要考虑这个 J 方向的电场分量就够，也就是只有 EY 是有作用的，对电通量会有贡献，因为只有这个方向对于Y 这个变数呢会改变，所以在这个方向不均匀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来陆续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因为这个 EY 呢表示电场呢是在 Y 方向啊 ，Y 方向，那么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这边取了 Y 的平方，所以永远这个 EY 呢都是在负的方向 ，EY 都是小于零的，所以指向负的方向。但不管怎么讲，我们只要抓这个六个面当中啊，它的法向量是很清楚的。这个面是在 J 方向，正 J 方向，它的对面那个面呢是在负 J 方向。另外四个面都不在 J 方向，法向量都不在 J 方向，所以另外四个面跟一的这个内积啊一定是零，所以没有另外四个面完全没有电通量的贡献，所以我们只要考虑这个面以及它对面那个面对于电通量的贡献，就是整个封闭曲面的电通量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先考虑这个面，这个面是它的 y 坐标是 y1， 题目告诉我们 y1 是 4， 这里是 4， 啊，而边长是 2， 所以这边回来这个面呢所对应到的是 y 等于 2， 因为从4边长是 2， 所以往回拉2的距离的话，就得到这个坐标是在2的坐标，所以这边这个面是 y 等于 4， 这个面是 y 等于 2。我们分别把这两个面的电场值先算出来的话，我们知道在一四这一面呢，它的电场呢应该就是等于就会等于负四的平方 y 的平方 j。
在一二的那一面的电场呢是负的四啊，二的平方 J 啊。然后我们注意到在四的这一面啊，四的这一面的法向量呢就是 J 向量，但对于二的那一面，它的法向量是负 J 方向，因为它在朝那个方向去，所以是负的 J 方向。所以这两个的这个电通量的计算 E 四 dot 啊。A 四就会给我们就是这个量啊，这个量是我们知道 A 的大小呢，就是这个这个面的面积是二的平方，所以是四啊，所以这个 A 四一四 A 四呢，就是等于这个跟这个取内积是一啊，然后这边是负的。负的四乘以四是十六，再乘以 a 是等于四，再乘以四，所以这样乘出来，这个量呢是负的两百五十六。啊，好，那相对这个量呢，这两个取内积，这是负的，这也是负的，内积就变正的了。所以一二的这个 dot a 二呢就变正的了，正多少呢？四乘四。四再乘面积也是四啊，所以这就是正的六十四。所以我们知道总的电通量呢啊，总的电通量应该是等于这两个相加负二五六加六十四啊，也就是等于负的一九二。负的一九二应该要等于高斯定律告诉我们的 epsilon 零分之 Q in cross， 所以我们就算出了。包在这个立方体当中的电荷的总量是一个负的电荷，是负192乘上 epsilon 零 8.85 乘以10的负12次方，所以把这个都算出来，你就得到负的 1.70 乘以10的负9次方库仑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啊。原来呢构成一个像这样子函数所描述的电场，是因为在里面呢有一个电荷，这个电荷是一个负电荷，它是约略为负 1.7 奈米库仑啊，10的负9是 N 库仑啊， N 库仑的电荷量包含在这个立方体当中，才会造成有这样的一个电场分布。好，这个是至于这些总电量究竟如何分布在这里面，那就不是高斯定律能告诉我们的。高斯定律只告诉我们它的总量是这么多。OK， 好，这是15题。